中西合璧式的表演，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古老的乐器，可以看到我们呢在这个国乐当中非常古老的乐器阮弦，也结合了现代大家呢都非常熟悉的木吉他还有歌唱，来为大家打造这个阶段不一样的音乐精彩演出。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欣赏，欢迎我们的木子乐团。上口的一首台湾传统民谣《望亚秀》。
小不休打扫把菜由此可见，很多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经典的旋律深植人心，也让我们的回忆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都有一首经典的旋律来做陪伴。都会说来这首歌曲它相当的特别，它除了是一首经典的歌谣之外，它也是在传统这个调口当中常常会看到大戏歌戏当中的七里调。这首歌叫做《心跳地雷》。早期呢，在大家看戏的同时都朗朗上口，而且对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的不陌生。那有因为最近这几年相当多的选秀节目、相当多的歌唱节目比赛等等，让我们很多经典的歌曲再次重新的被演绎、重新的被翻唱，甚至重新的赋予它一个新的编曲。那由我们的金曲歌后徐佳莹也将这一首传统的契尼亚心跳地雷赋予它一个流行的包装，制成了一首非常不一样的新流行歌曲，也因为这首歌曲让它夺得金曲歌后这样的一个殊荣。今天我们的木子乐团也要再度以传统的乐器不一样的展演方式，我们融合了白龙快乐唢呐，大家都非常的怀念这个唱摇专用的乐器，还有呢我们的中国传统乐器最古老的软弦，以及现代的 keyboard 电钢琴还有木吉他，重新的演绎这一首歌曲。当然呢，每一首乐曲当中，我们说不插电，不插电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乐手、让我们的歌手能够展现到最真最强的实力，也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品味到非常细致而且非常非常有质感的音乐内容。在这样今天的一个夜晚当中，我们也即将为大家送上这一首经典的金曲好歌，来自于徐佳莹重新改编过的这一首经典歌曲《心跳地雷》。当然，如果喜欢的，如果熟悉的，还是够会听唱的朋友，也记得再次给我们的木子乐团一个大大热情的掌声。接下来也敬邀所有与会的掌声贵宾，共同来欣赏《心跳地雷》。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首比较流行，而且是近代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首动画，叫做《鬼灭之刃》的主题曲。应该很多小朋友对这首歌曲并不陌生。今天同样我们用一种不一样的呈现风格，不一样的展演方式，跟大家重新演绎这首《红莲华》，一起来欣赏。 強くなれる勇士か僕を連れて進め。心の目を届けるのは夢ではない。
非常精彩的表演，谢谢大家的支持，请欣赏。谢谢，当然呢，我们今天晚上也说了台日音乐文化，其实在我们今年的表演团队当中，很多都是在我们去年度的熟面孔。那